好啦，咁就开始直播啦。咁本来呢，今晚呢，我睇下声音画面先。咁啊，声音画面就冇乜问题噶啦。咁本来今晚就想休息嘅，咁啊状态唔系咁好啦，心情又麻麻地。咁本来想休息嘅，咁但系其实呢，有收到有报料嘅。咁就谂咗一谂啦，本来10:30嘅时候就谂住，唉，唔开啦。但系后来谂一谂啊，算啦，都系报埋佢啦。咁啊，同大家睇下啲报料啦。咁就今日啦，未必会播到去12点啦。咁啊，不过叫做有嘢报就同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啊，河马今日咧就冇上水，冇出过嚟嘅，咁可能翻咗去公屋嗰度做一个屈蛇啦。咁都唔重要啦。咁如果佢咧係休息幾日嘅話，咁我估計佢成個熱度咧應該就拜拜嘅啦。咁其實你話佢叫做收皮咧，收公屋，我唔認為係一個終點咯。我認為河馬嘅終點咧就係佢冇流量，冇人再講佢啦，直播佢、轉播佢都少人睇啦。咁樣我就認為係佢嘅一個終點咯，即係呢個我個人睇法啦。因為你就算收個公屋都好啦，佢繼續直播，個 view 好勁嘅。咁你覺得佢玩完未啊？事實就係未玩完啊嘛。佢住大陸，住惠州，幾百蚊一個月，咁其實對佢嚟講冇影響嘅喎。佢夠搣好耐嘅喎，你諗下係咪？係個仔唔知點啫嘛。咁個仔。系咪佢都唔知啦？咁我假設個仔係佢啦。咁如果讀大學住到宿舍嘅，咁都4年無憂無慮啊，河馬可以唔使理佢4年啦。大家話係咪先？咁你要搞清楚佢收皮嗰個點到底係啲乜嘢咯？佢收皮嗰個點其實就係頭先所講啦，佢冇流量、冇 view、冇人睇，咁我咪收皮咯，我就係咁簡單咯。嗱咁同大家咧睇個報料啦。我本来真系唔想开嘅，系啊，心情麻麻。嗱，咁呢个报料呢，我读咗个文字俾你听先啦。咁跟住系有一段影片嘅，佢话呢个内容呢，就系、网友报料嘅，佢话村民亲身上阵嘅。佢话呢，有一个网友就喺佢嘅一个评论区度留言，话自己啊，寻日就去咗河马嘅乡下嗰度啦。跟住啊，私信佢，等陣啊，等陣啊，嗱，就係、是、去咗河馬鄉下，然後私信佢啦。佢話一開始就去到呢條村啦，就見到一個婆婆，但呢個婆婆就唔理佢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，就有個阿叔同個阿婆嘈交啦。個原因就係個阿婆嗰啲雞呢，就食咗個阿叔嗰啲谷種。所以阿叔就好嬲啦，就爆晒河馬啲嘢。阿叔就話啱啱嗰個婆婆係河馬個阿媽。呢、这個網友仲呢呢一名嘅網友仲話，可能會有啲更加爆裂嘅嘢，就等佢報啦。咁我自己睇啦，呢、这個應該係接翻咧上一次嗰個爆料嗰個影片嘅，就話河馬阿媽。嗱咁，但係我都係講一句，咁呢啲嘅內容咧。我係收到幾多，我俾幾多你睇，我自己係證實唔到內容嘅真假嘅，咁啊大家自行判斷係咪河馬阿媽啦，就我只能夠咁話你聽啦。咁因為人哋報料報過嚟係咁樣，我話咁樣原本俾翻你睇啦，咁佢個影片呢，好似係喺抖音嗰度有出現過嘅，咁我哋睇下啦。等陣啊，我撈一撈先。我攞一攞啊！等陣啊，开翻条片先啦。咁呢度呢，条片我放大少少啦。咁佢就话啦，佢呢度讲啦。但河馬係5姊妹啊，話4個女1個阿哥，佢話而家個阿哥咧
就喺湛江度整車。喂，你呢個咁樣嘅資訊呢，有好大出入喎。有一個呢，就話佢阿哥係做診所嘅，開診所嘅。咁而家呢，就話佢阿哥係做整車嘅喎。咁佢阿哥到底係開咩診所呢？做汽車診所啊，定係做整車呢？咁仲有啦，就阿哥二家姐嫁咗過香港，包括阿河馬三姊妹都嫁香港，仲有河馬第一任戀愛係幾多年？係陽江嘅交警男朋友，後來阿交警個男朋友分手，河馬就嫁咗去香港嗰個老頭就死咗啦，然之後就生仔，第二任就反白啦。嗱，呢一度呢，呢一度呢，我咁樣講啦。同之前嗰啲消息係有好大嘅出入喎，到底係真係假呢？我都係一句啦，我暫時判斷唔到，就要睇下之後嗰個發展係點啦。咁但係你話佢初戀呢係交警喎，初戀係交警，其實同河馬一開始所講嘅又有唔同喎。佢話個初戀呢係一個黑社會嚟嘅喎，咁初戀係黑社會，咁點解無啦啦變咗交警呢？唔通佢覺得交警好似黑社會咁？咁可信性高唔高呢？打個問號啦。咁啊，反正啲資訊就咁俾你睇啦。咁跟住呢，佢仲話啊，自己呢就去咗呢個河馬村啦。佢親戚啊就住河馬隔離村啊。我科少少金，希望我唔好咁謝，快啲開心翻。我多謝啊，科金解千愁啊，多謝晒啊嗱。咁我哋繼續睇啦。嗱，跟住呢，啊呢度啦。話唔係唔理河馬第一次戀愛嘅男朋友係交警，話同居幾年有小朋友啊墮咗胎啦，因為交警嘅男朋友唔要佢啊，之後呢就嫁咗去香港，佢話之後就嫁咗去香港揾個老頭啦，咁啊河馬個二家姐就嫁咗去咁啊三姊妹都嫁去香港啦，咁呢個可信度呢，我認為就有待去證實啦。咁因為如果啲家姐都喺晒香港嘅話，咁佢唔會咁孤軍作戰嘅喎，應該喺香港係咪有人可以照顧到佢個仔呢？會唔會呢？因為佢以我所知，佢係有家姐嘅，應該仲有個妹定唔知咩嘅，係啦，係有嘅，應該係有兩個嘅，再加埋個阿哥啊，個阿哥一定係有嘅。嗱，跟住啦，佢話河馬好早去咗香港啦。跟住呢個呢，就阿伯講嘅，阿河馬呢，就話佢老豆係所謂嘅赤腳醫生。河馬個老豆啊，50幾歲啊，車禍死咗啦。嗱，呢個呢，呢、这個車禍呢一個點呢，亦都係叫做貼近嘅喎。車禍呢一個點係貼近嘅喎，因為之前所講嘅嘢亦都係同呢個車禍有關啦。啊，多謝10蚊雞嘅科金啊！华哥几时识噶？哈，我都想知喎，我都想知华哥几时识喎？啊，因为按照阿吕合嗰个资料咧，啊华哥系有呢个人喺度噶嘛？咁不过佢嗰啲嘢就好混乱啊，好混乱啊，系咪中间有结过婚咧？佢呢啲咁嘅资料，我哋当睇嘅，即系你当故事咁睇，个真确性我确定唔到，因为后边咧。係有一啲嘅村民嘅對話，咁我聽唔明嗰啲村民嘅對話啦，所以我係直播之前我就做咗個字幕冚咗落去嘅，係因為我聽唔明啊嘛，咁啊大家就集思廣益啦，咁啊睇下嗰啲對話到底係講啲咩啦，好嘛？好啦，繼續啦，跟住啊，佢話佢自己啊去河馬村啊嗰班人啊都唔敢靠近佢啊！跟住睇到佢同村入边嘅村民讲嘢，阿河马阿妈就走过去监视啦。咁但系上次又好似冇啲咁嘅情况喎，啲村民都肯讲下嘢嘅喎。阿妈话：，我呢度啊，佢咁讲我咁睇，可能佢个样咧系充满攻击性啦。咁啊个样啊充满攻击性嘅话咧，咁啊可能人哋就会对佢有一个防范啦。啱唔啱？好啦，咁继续啦。佢就话河马阿妈嗰啲鸭定鸡就食咗阿伯嗰啲谷种啊，两个嘈交啦。阿伯
火大就同我哋爆出啦河马嘅事情啦。哦，即系原来咧系叫做激嬲咗个阿伯。激嬲咗个阿伯，跟住佢咧就爆佢啲嘢。佢知道你过嚟揾河马，就爆佢啲嘢，系咪咁嘅意思咧？阵间系有佢哋嘈交嘅影片嘅，但系咧，如果系好似上次咁样咧，嗰个地方嘅话，我就怀疑有机会，会唔会有机会系炒作咧？我唔知道，系啦，都系大家判断啦。咁跟住就话。河马两个家姐好早嫁咗香港啦，咁即系河马喺香港系有一个河马家族嘅，系啊，系有河马家族嘅，佢唔系孤零零喺香港嘅。诶，咁啊得意喎，咁河马直播点解唔去家姐嗰度直播咧？唔使屈公屋噶，咁但系调翻转头讲，佢喺公屋其实冇盈利嘅，佢咁样播，其实如果唔系阿可伯。黐膠紙，佢間公屋仍然係繼續屈蛇，即係由頭到尾，最衰嗰個就係可伯咯，即係可伯係黑河馬黑到一個咁嘅地步啊！跟住啦，話當時啊，河馬同交警嗰個男人打胎，全村都知道晒啦。咁跟住咧，同個交警分手之後就去香港，咁得意喎！阿華哥喺邊度啊？华哥边度嚟啊？咁个仔仔咧，个仔仔系18年前出世嘅，喂对唔上喎，好似大家话系咪啊？即系嗱，唔好屈佢啊嘛，即系我哋按照逻辑咁讲啊嘛，个仔仔18年前，咁佢去香港嘅话，咁系咪一早就已经有个仔咧？定一话系呢个仔根本唔系佢嘅，就带埋过去香港养仔养女咁样系咪？我冇。我冇，我科金开心啲，加油啊！多谢你嘅支持啊！咁啊，都系嗰句啦，多谢支持啦吓。好啦，咁如果系按照佢讲咁样啦，系叫做佢同个交警分咗手，咁大概咧就7年到8年前嘅事啦。7年到8年前嘅事，咁当时佢话佢打个胎。佢同個交警一齊嘅時候，如果係按照呢一個故事咁推嘅話咧，咁應該佢係冇小朋友嘅喎。咁點解突然之間多咗個仔嘅？咁個仔點玩咧？7年到8年，大到去18歲，你係乜食乜大噶？神童嚟嘅咯，7年到8年食到18歲喎，啊唔係神童啊？等陣啊！啊，好，继续啦。我个河马今年应该47岁，咁可能去香港嘅时候咧，就叫做报大咗数啦，唔系报细咗数啦，报细咗几年啦。咁其实好多落去香港或者澳门嘅人咧，都兴咁样报细个数嘅，等个年龄细啲啊嘛，咁啊逆转时光啊嘛，好多人都会咁做啊。多谢15蚊嘅科金啊！嗱，咁跟住咧，呢度我哋繼續落去睇啊。嗱，跟住呢度咧就爆出河马嘅，等阵啊，将个水印拉落去先。嗱，47岁啦，跟住佢话，跟住啦，咁啊，佢喺度倾啦。嗱，如果系真嘅话咧，个真相就好迷惑啦。啊，网上咧就话佢啊前夫啊1年前去世啦。嗱，上次就有人講話河馬間屋生草嗰間咧係祖屋，全村最靚嗰間屋咧就河馬哥嘅喺村口，全村最靚嗰間屋咧，我有印象嘅係白色嘅，嗰間屋係最靚嘅起得，佢話係河馬哥，咁啊得意喎，阿哥有一間屋，咁跟住個妹又一間屋，咁多地嘅咩？做赤腳醫生咁有錢嘅咩？我又唔係好信喎。不過村嗰度係咁噶啦，嗰度村嗰度人都唔多個嘅。咁啊，傾好咗都要點起就點起噶啦。個仔唔係河馬生，哦，叫我加油啊！多謝10蚊同25蚊嘅科金啊，多謝晒啦。
大家都晚上好啊！好啦，咁繼續啦。咁啊，河馬咧就喺自己直播嗰度講啦，話上年啊先攞到香港嘅永久身份證啊。如果係嘅話，如果佢2005年嫁過嚟，點解而家先攞永久咧？唔應該咁遲攞到喎。跟住佢話：河馬可能講大話，阿伯死咗7到8年喎。呢一個又奇怪喎。按照佢呢個報料所講嘅資訊咧，佢話嗰個阿伯係已經死咗7到8年喎。個阿伯死咗7到8年，咁河馬仲點攞香港身份證啊？啱唔啱啊？咁即係話佢應該係一早去咗香港嘅喎。如果係咁講，係咪河馬講大話咧？咁樣嗱，呢度按照佢咁講啦，我哋做一個推測啦，我哋做一個推測啦。如果个阿伯系死咗7、8年嘅话，咁河马除非系揾咗个新嘅老公去继续搞呢个香港身份证，如果唔系佢点样攞到永久呢？个老公都去咗啦，咁你如果要攞永久嘅话，咁肯定系个老公死之前你要搞定先噶啦，有冇道理先？咁个老公死之前搞定先嘅话，咁会唔会上个月先攞到永久噶？咁如果上个月先攞到永久嘅话，成个月成件事。嗰、那个时间线啊，就扑朔迷离噶咯喎。咁你个仔点嚟咧？系咪啊？咁即系话你嗰个仔同你上一任老公可能都系无关噶、哦，会唔会有呢种可能性啊？吓 多谢38蚊嘅科金啊！继续啦。系啊，而家系唔知道边个版本先真啊，但系我哋就整理信息啦，就睇下可唔可以有啲乜嘢线索啦。哦，分化完 YouTube 又分化身边嘅人啊，科金解千手，多谢晒啊，好继续啦，跟住咧佢话，反正咧佢昨日去，佢开始仲唔知道嗰个阿婆系河马阿妈，后来阿伯就喺度讲啦，佢话你去问佢都系白问嘅，即系佢唔会讲任何嘅说话，佢唔会去讲任何嘅说话。其实最近是有人搞紧分化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个目的是什么东西。是啊，我不好想理这些这样的是非啊，不要烦我啦，这些东西很烦啊。是啊，即是我行单机版，我去做好我的节目，其他东西不要烦我啦，好不好啊？都不用跟我讲什么东西啦。啊，即是有些东西就不要烦啦，真的我觉得很烦啊，很多东西。咁當然啦，你如果及到我嘅，我都係會照屌出你嘅，好嘛？啊，你既然咁犯賤，哦，多謝25蚊嘅科金啦。你話理解我近來壓力大，冇乜心意，冇乜心情啊，少少心意支持我啦，多謝曬啊。係啊，個老公如果死咗咁耐，佢點攞公屋咧？唔通又嫁多個咩？好撲朔迷離嘅。嗱，跟住佢話三隻貓啊，即係佢哋嗰個頻道啦，三隻貓啦嚇。就一直以嚟啦，好多人就私信就讲佢嘅，佢话佢哋配音咧就等大家轻松下睇下件事啦。但系你嘅料啊太爆啦，有图有影片啊，阿伯咧就河马冇前夫，就系讲男朋友系交警，系打胎先去嫁香港老头。佢又唔记得问过阿伯攞个电话啦，哇！原来可以问嗰啲阿伯咧去攞个电话吓。等阵啦，哦，跟住佢话佢而家个仔系咪佢嘅咧？跟住佢就话佢都唔敢点问啊，因为河马阿妈咧离佢哋都唔系好远，阿河马阿妈同阿伯嘈交，跟住河马阿妈亦都唔敢行近。啊，多谢78蚊嘅科金啊，恶意科金啊，哦，多谢你嘅支持啊，好啦，咁继续啦，佢话佢都嗱。佢唔敢去問人咧呢一樣嘢咧，我認同嘅。咁啊，始終你話咁樣落去問人哋啊，揸住個鏟嘅，咁啊一嘢敲落你個頭度咧，咁都攞命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咁跟住阿伯咧就話個仔係佢嘅喎，阿伯話個仔係佢嘅喎，你按照呢個報料所講話係佢啊。啊，咁而家成件事係越嚟越撲朔迷離嘅喎，咁因為你有好多呢類嘅報料話前後有啲嘢唔啱喎，我相信咧，如果咧個真相係揭露咗出嚟嘅話，應該會係幾精彩咯，
係啊，如果係揭露咗出嚟，啊多謝10蚊嘅科金支持啊，我繼續啦。係啊，啲古仔對唔上，但係我同大家講個真相會出嚟嘅，耐心等一等，啊個真相一定會出嚟嘅。我喺度同大家講個真相一定會出嚟，我哋再睇下下邊啊。嗱，跟住佢話死咗老公，河马嘅生活就好乱啦。领啲乜嘢香港低保之类，反正佢唔识啦，即系攞综援啦。佢话后来新年咧就攞啲海味就去卖，就识咗可白，就嫁俾可白啦。河马生活比较乱，即系就有咗呢个阳光小三事件啦。即系佢系知道嘅，佢应该系知道阳光小三事件嘅。咁后来咧？就講到話係攞海味去賣啦，咁我聽翻嚟佢攞海味去賣，其實個主要客户都係得可白㗎咋，都賣唔到啲咩㗎啦。啊，科金解千愁，有消息透露啊，就話佢個仔唔係親生啦，但係透過宣誓落嚟嘅，佢透過宣誓落嚟啊，即係冇驗 DNA 咯，係咪啊？多謝15蚊嘅科金啊，等陣啦。哦，唔係咁，按照佢嘅對話同大家一齊睇啫，啱唔啱？等下，多謝78蚊嘅科金啊，科金解千愁，多謝晒啊！嗱，跟住咧，佢問佢你有冇睇過律師講過嘅版本啊？佢話我哋喺香港咧就叫綜援啦，但係佢又話自己冇攞綜援喎，佢講嘅説話咧，基本上唔使理。佢講嘅嘢冇一句真嘅，佢講嘅嘢好可能都係誤導你嘅，啱唔啱？啊，多謝38蚊嘅科金啊，好可能佢講嘅嘢都係誤導你嘅，咁所以咧，我認為佢講嘅嘢即係河馬講嘅嘢咧，聽一聽，咁啊揾其他嘅資訊拼埋一齊對一對咯，咁你拼下，我喺度同大家講個真相一定會出嚟嘅，大家耐心等待啦嚇，我繼續啦。嗱，跟住咧呢度咧就係一個影片嘅部分啦。咁我哋就睇睇影片嘅部分係點樣啦。哦，多謝500蚊嘅科金，哦開心啲啊！今晚繼續請我食宵夜，哦多謝晒你支持啊！啊20蚊嘅科金都多謝啊，多謝晒大家今日支持啊！咪其實本來今日唔諗住播，係講真嘅，就算收到啲資料都諗住休息。今日以今日嚟講。掠嗰啲做乜掠嘅？一掠灯喺就鬼知嘛！嗱呢度咧，我同你講，我係聽唔明佢講乜嘅，所以我咧用 AI 去出咗一個字幕，咁希望大家咧就集思廣益啦，就睇下呢個字幕係講啲乜嘢啦，好唔好啊？冇字嘛？买成日掉寸枝嘛？有啲雞喺度啊！冇事，那个就纯粹冇必要，冇必要，冇必要。啊！多謝100蚊嘅科金啊！嗱，咁佢頭先咧就影住嗰個雞個檔口啦，咁然後啦，佢就話啦，係阿河馬個阿媽喺不遠處，佢就問阿婆咧，個阿婆啊係咁搖頭啦。跟住佢話：如果真係河馬個阿媽，肯定唔會理你哋啦。跟住，佢話河馬間公屋有可能俾人收翻，河馬有緊張有眼淚啦。啊，多謝50蚊嘅科金啊，代你食牛雜，食完話你知邊間好食，等你去澳門回味。威記啊，威記牛雜幾好食噶，係啊。不過有時最近啦，最近我感覺上好似鹹咗少少咯，但係味道都可以嘅。仲有一間就好似喺噴水池附近嘅，但我又驚你唔識去，同埋都幾多人排隊啊！威記排隊嘅人就可能會少啲咯，係啦，咁咪睇翻啦。嗱，河馬阿媽就包俾河馬，咁
作為自己阿媽咁樣，一定包俾自己啲小朋友噶啦。咁呢個應該就唔可以話係話係包庇嘅。佢話個小朋友係香港嗰個老頭嘅喎，咁即係話係十幾年前就已經生噶咯，已經有咗噶咯。对个又唔要很齐啫嘛，不嗱，过佢我又的話呢意個人思，啊。他们给讲啊，对个假个香港佬，嗱，佢话假一个香港佬啊，听唔听到啊？呢啲应该阳光话嚟噶。上到有个洗白名咗嘅场内，佢就搞咗啲大诉讼咁，我听你慢慢喺唔喺佢紧佢嘅事情，佢嗰张老嘅香港佬。这两度有肥白的吗？如果你在你个张某白天度，佢就想了望你抢水用你在，喺受辱嚟喺个老婆，啲仔，受过香港佬个老婆，佢就香港呢度瞓，就香港，佢你人知咩解除鬼恶咯？佢恐恐喺唔喺室仔嘅情况，就冇意思嘅，即系佢假个香港佬喺度瞓，佢话生个仔安安静，系嘛？生仔安安静啊，之后呢佢呢只。你住得佢上个仔安安嚟噶？佢真想讲喺个仔啊，佢真几讲咋，上网上讲啊，上网上讲啊，生个仔安安嘅，虽然话之类挑差，大家红咗佢讲嘅好蠢起，好阔路那种，你睇佢做咩做咩，做个好阔路那种咯，虽然话只冇佢咁分咯，我哋掹掹佢，所以一种正义感嚟掹佢，佢压个老头，就压个老头死白嘅咩？个老头死白嘅。冇喺牙佢咁乜啫，嗨人啊！都喺路个正式结婚啵。嗨结婚，但系佢强度有个八次有冇病嘅？后果，你讲佢胡椒讲啊，后果一老丁呢，全部一仔都冇出咁满喺台香港个，佢哋依个佢姑姑香港留，也香港留个，也香港个姑姑留仔。佢假嘅钱。胡椒呢？佢是反正我那个一楼顶上来买嗰啲灶头还没呢，佢就日日就话起嚟卖个，佢就冇喺卖起个，即都有人叫嗰啲，叫乜子啲就佢喺阿公喺有嗱啲银砖啊，万米计嘅冇子咯，佢就包落嚟，阿姨，你买嗰啲都系话，样样共产主义啊！喺嗰个印度度嚟买嘅咯，喺度度呢啲少少买，反正大大买得唔？佢哋包落嚟就咁两个广东多嘢，嗰啲嘢，嗱个等住无两个打喺广义咯，两个买嘢喺边打喺度可以讲嘅都咩嘢呢？系嘛？嗰啲嘢，你要收铺。有毛喂，其实我基本上我冇一句听得明喎。就算我嗱，我好老实同你讲啦，我睇过一次嘅，我听唔明。跟住我用 AI 咧去出咗一个字幕俾大家睇，但系我好认真去睇住嗰个字幕咧，我都系听唔明佢讲乜嘢噶啦。即系我已经个脑系咁转噶啦。嗱，但系以上嘅资料咧。就人哋報過嚟嘅，我同你講，我確定唔到真假，我係帶有懷疑嘅，所以頭先嗰個對話內容呢，我係逐句逐句去同你分析乜嘢疑點啊，同乜嘢有可能會發生嘅事件呢，我都有同大家分析咗嘅，即係唔好話屈河馬咁啊，呢一樣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冇乜必要嘅，咁係就係，唔係就唔係噶嘛，咁不過我都係預告一句。佢個真相係會出嚟嘅，大家放心，耐心等一等，好冇？哦，多謝25蚊嘅課金啦。佢話你聽，你識陽光話，不過要慢慢聽。佢話嫁咗個香港佬，生個仔有啲低低地啊。哇，你咁樣都聽得出嚟啊！哦，好嘢啊，真係陽光人啊！佢哋包落嚟逛，有少售铺嘅，有两个吊嘅，冇喺上古天堂。佢有仔噶嘛？咩啊？佢有个仔安安静噶嘛？佢有个仔讲，你几个早介绍张啲钱，十米路，路过。冇系，佢喺假度系咪啊？冇晒共夹唔够钱先啱噶，系嘛？嗯。
系啊，古装靓低刀，一号是古装大命，大家几十命上到几百嘅命，嗰个真啲债冇备，佢咁紧要啲债嗰阵，全世界啊估计话，全世界，全世界咁紧，佢话佢只门怪，共济喺命命打命耐度之后，佢心结个债嗰阵，佢睇下我嘛，刚刚这个，佢那阵在嗰啲地方冇假股噶嘛，就又假嚟阴光阴嘛。阿姑，拍紧阿姑，拍紧阿姑嘛。拍紧阿姑，兔仔落冇用冇出嚟噶嘛。哇，搞唔掂喎！即系如果系去到佢讲乡下话嘅话，基本上你有埋呢啲咁样嘅字幕翻译，你都系完全听唔到佢讲咩喎？话叶秀定嫁香港老头系呃钱啊！瓜妈唔会咁样讲系咪啊？国瓜妈，瓜妈唔会咁样讲自己个女系咪啊？正常应嗱，即系呢度我听唔明佢讲乜啦。但有网友就话嫁香港老头咧就系呃钱啊嘛。嗱，我自己讲啦，无论系点样都好，自己嘅小朋友做啲咩都好，父母都应该系会维护嘅。咁而且上一次咧。阿河马是有带埋阿可伯翻乡下嘅，我唔认为佢哋个关系会去到咁差，因为当时嗰个直播嗰堆嘅直播我有做嘅，咁阿河马就叫埋个阿妈就出嚟去饮茶食饭嘅，系有听到佢阿妈把声嘅，但佢唔知道自己阿妈几多岁，咁大家有冇印象啊？咁然后。阿可伯佢就喺度讲啦，佢就话俾咗牛奶钱啊，系咪30,000蚊就俾人阿妈啦？咁如果系咁样嘅话，佢阿妈收个钱，然后个关系未去到咁差，我又真系唔认为咧个阿妈会爆自己小朋友嘅嘢出嚟咯。大家话有冇道理先？即系我哋按照一个逻辑去讲啊嘛。如果按照一个逻辑去讲的话，是不会爆小朋友的东西出来的，就算几岁都好啦，你关埋门关门打狗啫，他回到来不是拿棍殴河马咯，关门打狗啫。但是没必要在明知人家拍紧你的情况底下去讲这些这样的东西咯。我认为这个我会打一个问号咯，是你问我的话我一定会打一个问号咯。啊，多谢78蚊嘅科金啊！好，继续啦。佢一直都系假人讲嘛，一直假人讲，佢要大细命，佢心结得真。可能你讲我话为难你，你讲我为难你，佢喺又充分追咩为你怪。又嚟啊！你哋瞓啊！佢带翻鳞片，随带架针冇嚟，佢仲唔佢带翻鳞片？你去香港咯？冇嚟。细噶嘛？加个香港佬，佢一开始佢好睇假噶嘛？冇啊！一家几岁？我哋嗰刻见埋，佢只是个千木光，你翻到米饭，翻到米饭，冇翻米饭，帮我上到滚滚喺屋。有股呆股，有股呆股嘛？唔系啊，佢话佢老仔早已声嘛，系嘛？有车架医生嚟到嘛？嗱，呢度我讲一讲啊，呢度我讲一讲啦。佢咧就话系河马阿妈，即系疑似系河马阿妈，就食咗呢个阿叔嗰啲谷。啲雞又食咗嗰啲谷，跟住嗰個阿叔咧就開始爆啊河馬嗰啲嘢，就係咁啦。但我係聽唔明楊康話，咁我陣間會播多次嘅，我陣間會播多次嘅。我頭先已經講咗啦，真相係絕對會出嚟嘅，但係大家要等咯，好唔好啊？我唔會點你啊，你睇我咁耐，我點我幾時有點過你啊？係咪？我科金解千愁。希望有真相和相应的惩罚啦，不明各大部门视若无睹，但是仍然要纳税，希望这些部门会做事啦，因为可能
好多嘢都要時間要程序啦，希望佢哋做嘢啦，大家話係咪啊？好啦，繼續啦。我们那老人家就没房贷了，都不可以分家的债上都有个几百万呢。主要那片老子我们做工的是忙活，做没做没给饭个没做，给饭个，他买个债给了管的嘛。但是没有多干，他将那手有那债啦，你等我死。嗱，咁咧就已经睇完啦，咁我唔知道。你哋聽得明幾多啊？即係你哋頭先係聽得明幾多咧？揾人答一答我好唔好啊？你聽得明幾多啊？我就大部分嘢咧，其實我都係聽唔明嘅。嚇、啊，要唔要再睇多一次咧？梗係翻譯都唔掂啦。喂，你諗下喎，佢所講嘅嘢，我出埋字幕俾你哋啊。咁啊，基本上啊。都是这样咯，都是听不明咯。等等啊，他说河马大话连篇啊，那基本上好像刚才所讲啦，你说他大话连篇，讲了什么大话呢？讲了什么大话呢？又说去澳门做工啊，你说去澳门做工，有澳门这样东西的，那但是去澳门做工做些什么啊？唔通真系桑拿骨妹咩？你嗰个小燕啊，都唔系佢啦。嗰、那个小燕系利奥嘅一个技师嚟噶嘛。咁后来我哋揾资料check 翻嘅时候，因为当时咧得嗰张相嗰个样啊，所以好难揾啊。咁后来我哋就揾到啦，系揾到系利奥嘅广告相嚟嘅。是找到是利奧的廣告相，所以就見到那個小燕應該就不是河馬了，跟河馬的樣子就差了很遠了，小燕就應該比她漂亮，是不是？你剛才那段片要不要再看多次呢？如果要的話我播多次，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是要看多次的了，因為我聽不明白她說什麼，是啊，真的不是開玩笑，就算我出了字幕都聽不明白，是啦。全球华人都靠佢炒流量，真系国际大网红啦！等阵啊，等下部电脑好似有啲系咁弹嗰啲嘢出嚟。嗱，咁啊睇睇翻佢讲啲咩啦，咁啊大家帮耳听一听啦。你个雕做乜又话一楼灯喺度个尖啊？冇尖。买成日掉寸枝噶嘛，冇蛇，你个掉寸就冇呢样，冇呢样，冇呢样。哦，多谢$80嘅货金啊！对个用的很齐啫嘛，不过对个古建师，他们佢讲啊，对个假个向广楼，上头有个水板门，嗰个墙内都是搞咗啲在修缝紧，我听你掹掹喺唔喺佢紧古建师先。嗱，佢哋就话呢一个系河马阿妈咯，咁我就带有疑惑啦，咁我觉得就啊，未必系嘅，我觉得未必系啊。乜嘢啊？佢嗰张老嘅向广楼。香港佬啊，400多萬，多謝$100嘅科金啊！佢只成日望你抢水用你债，喺受咗你喺个楼铺，啲仔受过香港楼个楼铺，佢就香港呢度瞓，即系香港，佢你人知咩？佢除鬼恶咯，佢恐恐喺唔喺个室仔间房间度冇意思嘅，即系佢假个香港楼喺你瞓，佢话生个仔安安静静，系嘛？上阵安安静啊！这个我知啊，我听到啊，呢度大家听多次啊，我翻译你听啊，我听得明少少啦。啊，多谢$158嘅货金啊，笑下啦啊，多谢啊，笑下啊，收到钱笑下啊，我听呢度我听得明啊，我话你知啊。佢假个向广流咗你份，佢话生佢加咗，我差啲讲咗佢个乡下话。啊，多谢$100嘅科金啊！
佢就话生个仔，安安静，唔系安安静静，系昂昂直直。呢啲应该系阳光话嚟嘅。佢话生个仔系昂昂直直，继续啦，系嘛？神情安安直啊！生个仔就昂昂直，即系话个仔咧系低低地。嗱，呢个佢讲噶，唔系我讲噶。咁啊，如果系按照河马所俾出嚟嘅资讯，读得正常学校应该唔会昂昂直啩。咁但系呢个系佢讲嘅，我照转述翻你听啦。啊，呢段片咧喺微信，唔系喺抖音度有嘅。只好呢期呢字。你住得佢生个仔昂昂嚟噶？佢话你又知佢生个仔昂昂直，你又点知？即系佢话你点知佢生个仔傻傻地啊？佢真想讲一个仔啊！佢真几讲啫，上网先讲啊嘛。跟住佢话佢自己上网讲嘅。嗱，你嚟到呢度咧，我开始听得明啦。开始听得明啦，但系去到后面咧，佢踎喺度摘嘢嘅时候嗰段咧，我啊听唔明啦。上网上讲嘅省阵讲讲嘅船和之类跳叉，大家好一起讲嘅好蠢起，好阔路那种。你睇佢做咩做咩，做个好阔路那种咯。即系佢系咪话河马啊好大口气啊，成日讲话做咩做咩啊好阔路咁样之类啊，系咪咁啊？船和之猫。冇佢咁分咯，我嚟掹掹佢，我所以一仲整衣夹嚟掹佢，佢压个老头，就压个老头死白嘅咩？个老头死白嘅。哦，个老头死咗系咪啊？冇閪压佢做乜啫？閪上啊！到閪老嘅正式结婚啵。閪结婚，但系佢强度嗰个把痴咗冇病嘅。后果哥哥，你讲翻我比较讲啊，哥哥一老丁呢。全部一仔都冇出咁滿喺在香港個，佢哋依日佢哥哥香港留，也香港留個，也香港個個個個留仔。佢假幾錢啊？嗰啲呢，佢哋反正我嗱個一樓頂上嚟買嗰啲罩頭還尾呢，佢哋日日都話起嚟賣個，佢哋冇閪賣起個，幾？都有人叫嗰啲，佢咪自己就佢喺阿公喺又嗱啲缘分啊，咪咩计定咁咪知咯。佢饮爆咗嚟，阿姨你买件啲都好啊，人人共善事啊。喺嗰个人度嚟买噶咯，喺度年啲少少买，反正大大买得冇，佢就爆咗嚟就咁攞佢逛。广州都嘢，嗰啲嘢，嗱个啊顶住无聊嘅，等下讲嘢，老人家买嘢喺边，等下你可以讲俾佢咩嘢呢？系嘛？嗰啲嘢，啲小售铺有冇牌？哦，有冇地喺上咧？嗱，时尚啱先嚟摆嚟卖，嗰啲嘅嘢到咗嚟广州小售铺嘅有两个吊柜。冇喺上古天堂。佢有仔噶嘛？咩啊？佢有个仔安安仔噶嘛？佢有个仔个，你佢早介绍张啲钱。我唔好明喎，头先后边，即系头先佢讲嗰段，我唔系好明喎。我听到系香港佬，不停有讲到香港佬啊，或者系450万啊，呢个睇到嘅，呢个睇到嘅。咁但系去到后边嗰一段咧，我系听唔明啊！我听到瞓着咗，唔紧要啦。其实好多人听我哋直播都会听到瞓着噶，我唔知点解啊！即系有部分人咧，好得意啊，同我讲啦，就话啊 ，Loki 你唔直播唔得啊！我哋成日听住你直播瞓觉噶，咁我都想知道，即系我哋个直播可以听住瞓觉嘅咩？即係有陣時啦，你又話我把聲拆啦，咁啊喺公司把聲咧係會特別入麥嘅，咁我唔知啊，係有好多人喺度同我反映翻咯，喂，到底你哋有幾多人啊？係睇住我直播就走去睇下瞓著咗啊，話一話我知啊，你如果試過聽我直播用嚟催眠做瞓覺嘅話，你打個一字啊，你冇試過嘅話，你打個二字啊，咁我哋繼續睇翻佢嗰一段嘅影片啦。冇系，佢喺假度好系咪啊？冇晒咁夹，够黐先啱噶，系嘛？系啊，唉，古装靓仔兜，一号是古装扮咩？大家几
十蚊，上到几百嘅蚊嗰个针，你债冇俾佢咁紧张，你债嗰针穿晒街。哇！咁多人原来听我哋瞓觉噶，啊，又变咗催眠系咪啊？穿晒街。真世界咁激，佢話佢只門怪公仔喺咩咩打咩攞喺度之後，佢心夾個仔嗰張，佢睇下我嘛。剛剛這個，佢那張在嗰啲地方冇假股噶嘛，就又假咗陰光陰嘛。拍緊一股。拍緊一股嘛。拍緊一股兔仔落部用户出嚟嘅。哦。佢一隻都係假陰光嘛。出街人講，佢要大細嘅，佢心急得滯。我好難啲講，我講翻嚟到。哇！佢講到呢度咧，其實佢後半段咧，基本上我睇埋個字幕啊，我都係完全唔識聽嘅。係前邊話咩生個仔，安靜靜，即係昂昂直直，然之後昂昂地，即係安安地嗰度我聽得明。但你去到后面我完全听不明白，特别是由刚才他掹在这里，他掹在这里掹草开始，这一度开始呢，我完全听不明白，可能真的要长江人呢才听得明白。你说我为你会他在由充分追什么为你鬼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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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啊！多謝38蚊嘅科金啊！佢帶翻鏈片，隨意帶架真冇嚟佢前面，佢帶翻鏈片。你去香港啦？冇嚟。細噶嘛？假嘅香港佬，佢一開始佢好睇假噶嘛？冇啊！一家幾歲啊？我能够还看嘛，他这是个寂寞光，你翻的米饭，翻的米饭，无翻米饭，帮我上那个我应该。有个带骨，有个带骨嘛，咪不？佢话佢女仔早医生嘛，系嘛？有车架医生。嚟到嘛？哦，佢车装备五十几。哦，有得四廿张啊嘛。哦，共有那牛尾嘅，有冇喺房间啦？不过佢呢咁夹得挤，上到有个几百蚊咁。我话你听，又就澳门做工啫嘛，我做你佢翻个咩嘴，佢翻个，佢买个真系假嚟鬼噶嘛？你是诈骗啊！你当嚟老猪？但系佢咩又攞近，佢就一手攞嚟啲债啦，你氹我死！嗱，咁就大致上听完啦。啊，基本上咧后边我哋听唔明嘅，咁有好多人咧，我哋话你听到七成。但系跟唔切，打唔切，我唔紧要啊！你阵间咧，你打完咧一行大嘅咁样整出嚟咯。我听唔明啊，去到后边我听唔明啊。我听得明嘅就系戆戆直直啊，戆戆地呢啲咯。咁但系呢啲咁嘅资讯咧，好似系网上边传嘅资讯，传完之后咧，佢就走去问人嘅，好似系咁啊。跟住佢问翻佢噶嘛，你又知佢戆戆仔，佢咁样问噶嘛。其实喺嗰个阿婆口入边咧，系攞唔到一啲叫做好有用嘅资讯嘅喺阿婆口入边。咁头先后半段太多听唔明啦。基本上太多听唔明嘅话咧，亦都好难做判断。咁但系大家放心啊，有啲嘢始终都会。出嚟嘅系听到头都好埋啊，因为唔识听啊嘛，系咪？咁呢啲咁嘅呢个影片嘅可信度到底有几高咧？咁啊，听闻咧系仲有后边后续嘅影片会出嚟嘅，咁我哋就等一等咯，睇下有冇后续嘅影片咯。咁因为你话而家嚟讲，按照佢嗰个内容，好似有少少一开始咁讲啊，判断唔到。因为你唔知道呢个人系咪就系佢哋嘅屋企人啊嘛，咁啊对比唔到啦。咁仲有啦，同我哋所认知嘅嘢系有一啲嘅出入。如果呢啲嘢系有出入嘅，又或者系所有，如果有冇谂过一样嘢啊？有冇谂过一样嘢？假设所有嘢都系真。
所有嘢都系真系拼埋晒一齐，系咁离奇嘅。咁其实几恐怖喎、哦，即系呢个人咧系非常之唔简单啦。嗱，呢段片咧我自己50-50啦。咁但系我同大家讲啦，真相系一定会出嚟嘅，大家耐心等待啦。咁就大致上嗰个爆料就系咁样啦，就因为直播之前就有收到个爆料，我本来今日唔想播嘅，即系讲真嘅，咁心情麻麻，唔好想播，咁就谂咗谂啦，唉，都系开啦吓。咁啊，今天的事今天做啊嘛，咁啊，听日嘅事听日再算啦，啱唔啱？咁啊，嗱嗱声啊，报鬼埋佢，咁啊，报完之后，咁啊，睇下听日仲有咩讲咯。咁如果河马系休息几日嘅话，咁我希望啊，河马嘅流量系收皮，系啊，由头到尾我都咁讲噶。我希望河马嘅流量系收皮嘅，因为你话收公屋，你系唔能够令到佢收皮嘅，净系收公屋。我好老实同你讲，你真系要令到佢收皮，就系要佢个流量收皮。只要佢个流量系收皮嘅话咧，基本上佢身边嘅牛鬼蛇神都会收皮。系啊，哦，嗱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或者才是人生啦。唔好俾嗰啲无谓人无谓事打乱自己嘅步调啊！一切看开点啊，要学懂放松自己啊，啊，对自己好先有能力向前行啊！好多谢你500蚊嘅科金啊，多谢晒啊！你估计系讲紧可白啊？唔系讲紧可白，咁但系华哥又点样呢？华哥又点样呢？以我睇到阿翁女侠嗰个资料咧，就应该系有华哥嘅，系有华哥呢个人嘅，系啦，即系佢个直播睇到嘅资料啦，个直播所讲嘅嘢系有华哥呢个人噶嘛。咁佢嗰边就唔会乱咁讲噶嘛，咁耐人寻味啊，系啊，所有嘢好似好多好多料爆咁，但系又好似每一样咧都奇奇怪怪，每一样都对唔上，系啊，哦，希望佢取消香港身份证，收公屋同坐监。嗱，如果系要佢取消香港证嘅话咧，就是、大陸那裡要有問題出現，有什麼問題呢？就好像之前說的那樣，重婚，有重婚的，基本上將證收皮，因為你大陸那個婚姻還未結束，那你香港那個婚姻是怎樣呢？是按照最先那個去計的嘛，最先那個原來是大陸那裡結了，再香港結，香港那段婚姻会无效，是啊，太多资讯好乱。个女人问河马有冇喺大陆结婚？哦，用几个身份啊？华哥之前仲有老公都唔出奇。嗱，几个身份？嗱，咦，我讲一讲我见过嘅嘢啊，唔好话我知道嘅嘢啦，我讲一讲一啲我见过嘅嘢啦。大陸其實有一批人咧係中意玩同名同姓嘅，點解呢？即係當時咧嗰啲所謂嘅資訊未咁發達啦，未有咁多指模啊、人面辨識啊各方面嘅嘢嘅時候咧，有一批人係中意玩同名同姓，點解呢？以我所知，嗰班人都係騙子嚟嘅。呢啲騙子咧，就自己的身份摸了之后呢，就用你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的身份就继续去玩，继续去做正常生活。就大家可能啦，几个同名同姓的人就去抽生死签，那哪个个证用来搞事就用那个个证了。那其实大陆这些这样的户籍制度呢是很乱的，每个地方啦基本上都不同的，而且是怎样呢？是叫做之前的奇案啦，之前的奇案啦，讲回奇案那些啦，那些是有迹可寻的嘛，是有判决出来的嘛，甚至奇案那里亦都是见过有不少是叫做那个叫什么呢？假证件、假身份或者多一个身份，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。
甚至乎係大搖大擺咁生活，然後可以做埋核酸檢測嘅喎，好犀利嘅喎，可以買樓嘅喎，呢啲假身份係啊，可以開旅館，可以做核酸，總之乜都得噶。總之咧，你唔好俾人認到你個樣，你揸住個身份啦，你仍然係可以天大地大任你行噶，係啊，就係咁得意啊！而家比較少，而家會少咗，因為而家咧係叫做人面辨識啊、指紋啊、好多嘢可以攞嚟去對比資料啊，而家難咗嘅。以前基本上你有呢個啦，你有呢個啦，有呢個就可以咧去做到好多嘢咯。而家我唔知得唔得。以我所知就二零幾多咧？2010年之前都仲可以嘅，有聽聞過。2015年嘅時候都窄窄地，但係我所知都有。但係2010年之前就基本上都係可以做得到，有啲咁嘅事發生過。咁但係我都係咁講啦，冇嘢密不透風嘅，而且好多嘢都已經係叫做揚咗出去啦。而呢啲嘢揚咗出去之後咧，想要再冚住、再遮住，亦都唔係咁容易。係啊，好多人可能覺得嗱，你冇講咁多啊，唔好出聲，收聲咁樣啦。但你有啲嘢你係要揚咗喺網路傳播，咁先可以叫做咁樣咯。即係我自己睇係咁咯，係咯。哦，你大陸張出世紙仲係手寫，你係80後，哇，80後都手寫出世紙啊！我華哥之前已經落咗香港結婚，你又知嘅？好啦，其實佢調轉咗身份啊，一定要經過村委幫佢搞，大陸有錢就可以搞掂啦。我咁樣講啦，你唔好話調亂身份啦，甚至乎你有辦法嘅，你只要有呢個咧，你亦都係可以喺村委度攞兩張證都得嘅，有錢就得啦嘛。你只要你搞唔到，就因為你攞啲錢抌得佢唔夠痛。你如果要搞得到嘅，就係你啲錢抌得佢夠痛咧就可以啦。啊，多謝15蚊嘅科金啊！頭先嗰個已經係 AI 字幕嚟噶啦，頭先嗰個係我出嘅 AI 字幕嚟噶啦。係啊，你 AI 字幕都係講到咁啦，咁啊聽唔明都冇辦法啦。你話佢有10年時間消失咗啊？但係你咁樣講喎，你話佢有10年時間消失咗，咁消失呢10年，個仔係邊個照顧咧？喺邊度讀書咧？呢個都係疑問嚟噶，啱唔啱？哦，你話你河童仔可能係河馬個細佬，應該唔會啩？佢阿媽而家都70幾歲，即係話佢阿媽50幾歲生個細佬出嚟，咁犀利得唔得啊？學阿河馬話齋，仲能夠產到卵咩？學河馬話齋應該產唔到卵嘅喎。頭先嗰個字幕已經係用軟件出咗㗎啦，好準確㗎啦。但係佢只能夠 detect 到個發音，佢 detect 唔到個意思啊。係啊，我唔知華哥喺香港結咗婚喎，有人留言講㗎嘛。嗱，呢度冇亂咁傳啊，係有人留言喺度講話阿華哥喺香港結咗婚㗎，我唔知啊。坦白今晚係咪屈蛇公屋啊？我認為有機會係屈蛇公屋嘅，咁但係佢去完公屋之後，理論上嚟講應該咧就係會有人係能夠影到佢噶嘛，啱唔啱先？正常如果佢係有翻公屋嘅，有人會影到佢之後咧，就會有好多嘅圖片就出嚟噶啦。咁但係而家都未見到啦。啱唔啱啊？而家冇見到喎，除非佢包到成隻木乃伊咁，就翻到去公屋，然後就去做啲咁鬼鼠嘅動作屈蛇啦。咁其實都幾辛苦噶。咁但係我哋調翻轉頭講啦，如果佢係住酒店，無論係香港定大陸都好，佢一定會直播，佢唔會放過任何機會嘅。佢覺得而家哪怕係賺唔到錢，都係幫自己打好個基礎。
所以佢一定会直播。如果佢唔直播嘅话咧，好大机会就系喺公屋嗰度系做一个屈食，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咁觉得啦。可能我错咧，啱唔啱错唔紧要噶。咁反正呢啲都系无伤大雅嘅事啊嘛。你话河马会唔会河马用咗华哥老婆身份嚟香港？如果河马用华嫂身份，而华嫂系不育，用嚟唔会嘅，唔会嘅，呢个唔会嘅，呢个太曲折啦，同我所了解嘅唔一样。佢有两个名，一个咧就叫叶秀玲，一个叶秀定。佢话以前叫自己做玲玲嘅，系啦，啲村民都知佢叫玲玲嘅。咁阿定就话系佢阿爸帮佢改嘅名咯。咁啊，隔篱村仲有个闺蜜，个闺蜜亦都系叫阿定。两个是有合照的，两个阿定啦。哦，你大陆同事一对仔女分两年出世，但是做证可以做到同年出世龙凤胎，做证做到同年出世的龙凤胎啊，咁啊有咩用呢？好似都作用性不是好大喎。我而家都可以做假身份证，不过就冇 IC 芯片啦，咁但系你冇芯片都冇用噶，咁啊始终都系要用得到噶嘛，啱唔啱啊？有冇道理啊？好，继续啦，我睇翻先。等阵啊，好似又有我 email 好似收到个报料，我 email 收到个报料，我俾大家睇埋好冇？你等阵啊，我 email 收到报料啊，我而家试紧下载，睇下得唔得？而家试紧下载，等我一阵啊！收到几张图片啦，咁啊睇下有冇用啦。大家耐心等一等。好啦，而家开俾你哋睇下啦。咁嗱，我自己未睇噶，我唔知内容系啲乜嘢啊。即系我而家都系同大家同步开罐头啊。嗱，咁都系呢一个头先嗰个内容啦。哦，封烟唔做啦，封烟唔做啦，系啊，封烟唔做啦。啊，多谢廿五蚊嘅科金啊！嗱，咁啊，都系头先嗰样嘢嚟嘅，咁我哋继续睇啊，有大概十张嘅图片啦。嗱，咁啊，和平村啊，但系佢嗰度系寮下村，唔系和平村。佢话有影片啊，十几分钟啊，冇办法发出嚟啦。咁其实我哋头先睇嗰样嘢咧，都已经系用咗六分钟噶啦。嗱，咁呢度啦，呢度我哋听咗啦，呢度啲嘢我哋听咗啦。嗱，咁仲有啦，话唔想惹事上身，怕河马告佢侵犯私隐。话寻日嗰个主播就发咗一啲嘅影片出嚟啦，就应该系我哋头先所睇到嘅影片啦。好，继续。嗱，就讲嗰啲简单嘢啦。好，继续啦。跟住咧，佢话佢影阿伯嗰段咧，一啲大嘅新闻佢都唔敢发啦，考虑紧发唔发，即系咩咧？嚟有传闻就话河马系不育啊，佢个仔唔系佢生噶，有个家姐又离咗婚落做人妇，大哥做医生。咁但系头先嗰个资讯咧就话大哥唔系做医生嘅，大哥啊做整车嘅，仲话阳光有个老公啊仲未离婚，
咁呢啲都係傳聞啦嚇。嗱，聽唔明陽光話，咁我哋都係聽唔明陽光話噶。佢話河馬哥係整車，網傳嘅説法非常之多啊。啊，惠州就大家姐啦，個家姐喺惠州。咦？咁啊對得上喎。點解我會話對得上呢？你記唔記得河馬佢哋係咪喺惠州嗰間屋嗰度做直播嘅？佢哋喺惠州嗰間屋做直播嘅時候咧，可伯曾經講過一聲阿姐，記唔記得？嗰段影片我冇，但我係有聽到過嘅，係有嗌過阿姐一聲嘅。咁如果係有嗌嘅話咧，咁呢個阿姐最有可能嘅就係河馬個家姐，咁啊惠州個大姐啦，阿姐咁樣對得上啦。如果係咁，咁跟住網上就傳啊河馬個阿媽去咗湛江，跟住又係講翻啦，第一任男朋友係交警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另一邊嘅報料報過嚟嘅嗱，真確性我唔能夠確定，我係需要講多幾次嘅個真確性我唔能夠確定啊。跟住佢呢度講啊，就河馬個阿媽日日守住，啱啱尋日咧，就同呢個鄰居嘈交，話爆咗好多料，但係唔敢發出嚟。村頭啊有人出嚟啦，好警惕啦。咁應該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嘢嚟嘅。我認為嗱，跟住佢話大家繼續努力舉佢。阿河馬阿媽佢尋日見到喊啦，話佢有佢阿媽嘅相啊，唔敢發出嚟。跟住话条村啊，最靓嗰间屋啊，就系河马哥啦。啊，佢话啊，呢啲有人就喺度闹啊，喊白啦。咁啊，我唔读出嚟啦。嗱，咁呢个咧，亦都系头先嘅内容啦，同头先嗰个内容咧，系几乎都系大同小异嘅。啊，咁就系生卡仔，香港老头死咗，第二任就可白啦。咁個男朋友咧就陽光嘅交警，如果係陽光嘅交警咧，會唔會有種可能性咧？就係叫做佢入到公安廳都唔驚，入到派出所都咁老定，咁就係因為以前咧接觸嘅人咧就係呢啲咁樣嘅交警，會唔會有可能咧？我唔知道啊，所有嘢都係個猜測啊。咁當然啦，呢度嘅資料。我是抱住一个半信半疑的态度啊。好，继续啦。哦，他说河马有点害怕，因为他昨天去河马老家，肯定他阿妈打电话给河马，又屈人家仔女，你昨天纯粹是去河马老家玩，随便看看，我估不到他这么害怕。他说他有河马的阿妈的相片，不敢发出来了，那是聊下村啦，那但大家都知道的啦，咁啊系聊下村嚟嘅嗱，咁啊基本上咧呢啲报料咧，呢个报料就啱啱有人 send 俾我嘅，咁啊补充翻头先嘅嘢啦，咁啊基本上连埋个影片大同小异，但系个影片后半节咧我系听唔明嘅，系啦，咁如果有勇士听得明嘅话咧，就欢迎你留言，就将佢。好详细咁样打出嚟，帮帮手翻译一下啦，或者啊唔好留言啊，留言我未必睇到啊，因为每日嗰个留言太多啊，如果你翻译咗嘅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发个 mail 俾我，同我讲一讲，等我可以话翻俾大家听，嗰个内容到底系啲乜嘢啊？好啦，咁啊今集咧同大家就睇资料，睇到呢度啦，咁啊大家有咩想讲咧，就下边留个言啦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啊，咁走之前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啊，咁我哋下集见啦，拜拜。